铁四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块来加入即将在舞台上面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的，他们是 TSD 铁四弟文化艺术创意团队，再次给他们热情的一个掌声。点将旗鼓飞扬，众将听令，祈福平安。
有请五虎大将军来降驾，新兵威气如如烈。
祥平台湾，威风凛凛好将军，好牙干干发大财，必有黎明好雄心，好好行为无运动，传承文化永久流传，团结合作拼第一，铁树林永着冠军。
新庄地藏庵是观将手的发源地，也是地藏王菩萨的驾前护卫，在董爷厅供奉着虎头铡，而虎头铡将军化身为五虎将，找寻在人间中的代言人，将传承虎爷将手神威使命，在人世间斩妖除魔、驱灾避邪，帮助人民好运旺来。而五位年轻人在冒险的途中找到了一个手环，发现了一幅虎爷将手五虎将的照片，于是就被吸入图画中，进到图画中的世界，看见了五虎将身穿黄金战甲，脚踏三丈步，手持法器，威风凛凛地踏着气势的步伐出现在竹林里。接着又在庙里跳出文化色彩的舞步，看见了五虎将每位角色的神威显赫，五虎将千变万化，身穿长袍，头戴街头头巾，一个传统与现代街舞结合的造型出现在世界。